想吃火腿肠，别再出去买了，自己在家做，好吃又放心。绞好的肉馅加盐、白糖、黑胡椒、生抽、蚝油、料酒，适量葱姜水，最后加红曲粉和淀粉，绞成这个样子就可以了。灌进泡好的肠衣中，分成小段，扎几个小孔，上锅蒸25分钟。这样做的火腿可以直接吃，也可以煎一下或者烤着吃。